这尾鱼叫什么？翅中，恰章，恰章，翅中。今天要做的是椰香咖喱恰章。椰香，香的。咖喱是第一次开始，来蒜碎先下来，做法比较不一样啊，洋葱碎，蒜先，然后姜碎，洋葱，蒜末，洋葱，然后葱白，葱姜蒜的末，然后再加洋葱，对，咖喱粉，哇，咖喱粉到这样多，给他都给他，来一点点胡椒粉，咖胡椒粉，来一点点盐，把它给抓匀。今天我把这个鱼啊，恰章鱼里面的肚子已经中骨挖掉，塞在中间。塞了多久？好，放水饺进去，很特别呢。好，把它给沾上薄薄的面粉。哦。然后我们用炸的方式啊，我们用炸。对。时间过了一分钟。下来。哇哇。马上举手，对吧？举起来了，他举起来了。大家马上举手了，你看了，看了，你看。好，举手，举手。它料都不会跑出来吗？料果粉啊，香菇切片，香菇是两朵而已嘛，哦，哎，两朵，然后洋葱切丝，哦，这个，然后我们就把它给稍微炒一下，来做一个酱汁，香菇我们把它煸出香气，哦，香菇，香气出来之后，洋葱下来，现在炒香气出来，姜黄粉下来，姜黄，哎，怎么倒酱多？对，姜黄的话，其实它主要是颜色。那我们把它做成有点像咖喱的颜色。姜黄过度加热会不会变苦嘞？苦不会不会，还好。然后这时候用这个泰式的辣鸡酱。哇！什么叫做辣鸡酱？它有一点点辣椒，然后一点点糖，把它做合在一起。哦，泰式甜辣酱。对，甜辣酱。椰奶。好喜欢泰式。椰奶一定要。然后这时候调味一下，一点点盐。这算是我加香菜的。对，加香菜啦。一点点糖，加香调味了，习惯了，我喜欢。胡椒粉，习惯啦。来一点点水，好的。好香哦，这道。一点奶，番茄这时候下来微煮一下，漂亮哦，水晶晶了。对，水晶晶哎，水晶晶，水棒棒也可以的，水晶晶，水棒棒。最后一分钟。好，现在主要是看欢迎鱼的手煮。你没有听，你没有听那个。镜头也变得很紧张，对，镜头也加快速。不要紧张，不要紧张。这鱼其实蛮大只的，这样的鱼肉在，你看里面，好大，这样它的它就有味道了吗？这样子，有，很浓的。好，时间要到了，时间到了，鱼下来。没错，哎，我真的也好了啦，其实差不多了。哦，哇塞，哇，快配上这个音乐。来葱花，哦，请大声报，完成。